各位大家好，又是这个无语录 Long Hair On Air 啦。咁你大家可能觉得喂咁频密，话俾你听，因为呢件事啊，我哋发生咁多嘢，真係日日都讲唔完㗎。今日我开始嗰陣时呢，就讲咗我去听审啦，讲咗啊抗命大侠啊古思尧嘅事迹啦。咁但係其实一年前呢，香港人呢就好似我咁讲啊，就真係众志成城，係令到大家呢係唔会忘记发生咗一个好大嘅游行。咁而喺呢个游行嘅前前后后呢，我讲返818大游行，唔单止係只係讲818大游行，亦都係揭示一个事实，就係警察暴力是由818之前由中共去公开讲了，策划指挥，用这个我们现在讲的黑警暴力去镇压在七月中大家不停地举行这个集会，去争取五大诉求。8月18日是什么呢？相信大家都在上一集的都知道了。8月18日我讲了嘛，因为古思尧就去抗议警方呢，去在今年的4月捉了很多这个民主派的人士嘛，包括我在内，就是说、哦、他们在818呢曾经呢是、这个煽动、啊、或者参与、啊、或者组织、啊、一个未經批准的集會嘛。咁818是什麼呢？咁大家可能都記憶猶新啦。咁啊落嗰日話落到好大嘅雨，喺維多利亞公園裏面啲草地啊泥泞一片，啊企滿曬湧入去。嗰陣時咧就冇警時分嘅，因為點解咧？嗰人多到啲警察都唔知點鎮壓。就算你真係有水炮車、有裝甲車，你都頂唔住嘅。所以嗰陣時係冇警時分，即係通常嘅大嘅遊行集會係好難用呢個純粹用警力咧去驅散，咁由得你咯。咁點解會有呢個集會呢？我會慢慢講。其實818嗰件事係咩呢？就係、是、民陣申請咗一個遊行同埋集會，咁警方就話：哦，唔得喎，啊呢、這個好難控制喎、哦。係嘛？所以淨係準集會喺圍院裏面。咁但係百幾萬人圍院點裝啊？裝唔到噶嘛？係咪？咁所以咪有一個問題就係、是、會好似倒水咁樣，多咗咪流出嚟咯。咁所以嗰個集會嘅人咧就行出街，咁客觀上面就變咗一個遊行。咁當日警方我都講咗鎮壓唔到嘛，係咪？咁所以咧就。由得你咯，你遊行，你呢個集會之後遊行都冇問題啦，走啦，當係走啦咁樣。咁而家事後就唔係咁講啊，事後就哦，你哋個集會係有批准，但係個遊行冇批准，咁所以咧就將嗰日有份喺前頭行嘅人揸住 banner 嘅人咧，就話佢哋參加咗一個未經批准嘅集會或者遊行啊嘛。嗱，呢個就係嗰件。事嘅本身都係有170萬人係呢一個參加咗嗰、那個遊行嘅，或者你話叫做集會呢、這個之後行咗出街嘅一個巡行嘅。嗱，呢170萬人咧就亦都創咗個紀錄嘅，就係話咧警方咧就話驚住有呢個暴力啊嘛，驚住控制唔到，但係嗰170萬人咧就係、是、安然。去到呢個中環咧，去到好夜啊，11、12點仲行緊嘅時候咧，係全日咧冇發過催淚彈，乜都冇，就係、是完成咗呢個818嘅大遊行。咁點解會有818嘅大遊行呢？其實呢個咧就係、是、我正話講咗啊，喺呢一個七月成個嘅持續不斷嘅集會遊行裏面咧。我哋要記住一樣嘢，就係、是、有所謂呢、這個8月5日嘅
第一次的大三罷。八月五日的大三罷呢，就自然是那個罷工呢，後來都不能夠成為一個很大規模的傳統意義上的罷工，就是將那個整個社會的運作停頓了。但是呢，當日在八月五日的時候呢，因為有不同地方申請的這個罷工的集會呢，也都演變了成為警民的警察和群眾的衝突，所以遍地開花。八月五號出現了這個遍地開花之後呢，那就成件事是沒有完到的。原因就是怎樣呢？因為在八月五號的三罷之後呢，大家都很憤恨，就是說當日那個罷工的集會而引發的遊行呢，是受到警方的武力的鎮壓。這個大家都歷歷在目的。我記得在這個金鐘的大三罷的集會裏面，我還在說這個罷工呢，就應該是更加有組織的，是那些人呢是組織起來罷工，就不用你攔住他不上班逼他罷工的。我覺得這個罷工的這個實際的情況，就應該是那些公共事業或者是公共運輸系統的工人一罷工呢，那就整個社會是癱瘓的樣子。那話口未完，就在那個集會外面呢，就已經警察說你再不走就你們是非法集會，因為呢有暴力發生啊，咁樣。那陣時已經係八點幾啦，個夜晚黑，咁就被逼嗰個集會又要提前係結束啦，係咪？咁呢個嗰個背景係咩咧？我就想講一講嘅。其實你話點解突然間喺八月嗰度咧，八月初咧係會呢一個有呢一個咁大嘅衝突咧？我話俾你聽。這個是由於這個共產黨是轉變了一個策略了，大家可能是不記得的。其實在七月底呢，這個國務院新聞辦就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有一位叫做楊剛的人，這個楊剛的人呢就是很好笑的，他就宣布呢，就是說呢要這個中央政府覺得這個暴力是越來越厲害了，所以就要這個是有重要的宣布。他的說法是什麼呢？楊剛的說法就是說，那時是7月29日，楊剛的說法就是香港連日的示威是遊行示威和暴力衝擊活動呢，對香港的法治、社會秩序、經濟、民生和國際形象造成嚴重的影響。所以說什麼呢？就是因為這樣的時候呢，他就說香港重要的任務是懲治暴力、維護法治，這樣。這個是一個轉變來的，因為自從在這個反送中運動開始，即是說六月中呢個林鄭月娥話呢個閘門呢個立法嘅時候咧，呢個北京嘅標準嘅講法係咩咧？你問親佢都係嘅，咁就係堅決支持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帶領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堅決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就講完啦，就咁多嘅，就冇多嘢噶啦。咁今次加了什麼呢？楊剛就說了什麼呢？就是說堅決支持香港，念完這個口簧之後就說堅決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和司法機構依法懲治暴力犯罪分子，堅決支持愛國愛港人士捍衛香港法治的行動。大家不要忘記那時已經發生了721了，大家要記住在721發生了之後，由於證據確鑿，由於有大量的人證物證，有大量的這個電視
同埋報章嘅新聞報導，其實當日大家都覺得七二一真係離曬譜，係咪？係呢一個黑警勾結，係呢一個警方縱容黑社會對呢一個市民，唔單止係對抗爭者一個無差別嘅呢一個襲擊，其實就係一個恐怖主義嘅活動。如果你話要告咧，就一如果而家有用呢、這個所謂港版國安法告咧，嗰啲係恐怖主義行為，而且一個政府嘅恐怖主義行為。大家記住，七二一呢一個咁嘅行為係令到整個社會非常之憤怒，甚至林鄭我都要下晝四點鐘啊，因為夜呢個七二一係呢個凌晨呢個七二一係呢個嗰晚同埋凌晨發生嘅嘢啊嘛，佢隔咗好耐先咁樣出嚟講，因為蝦有嘢啊嘛。因為實際上太差嘛，咁張建宗大家記得啊，其實我都覺得有啲唔啱嘅，我道歉嘅話，嗰、那個警察員助級嗰、那個會長即刻出嚟，喂你唔係啊，咁啊張建宗要道歉啊哥，咁你睇到成件事，共產黨已經係到咗一個程度，就係話見到呢個香港嘅群眾嗰個運動嗰、那個無論係佢參與嘅幅度。這個擴散的程度以至到抗爭的強度都達到了一個他要出手要毀爛塊面的這個程度，所以就在7月29日出來喊停，大家記得的7月29日之後呢，我們就講了正話，就是講這個8月5日的這個大三把嘛，是不是覺得咦是不得的喎，八月五號的大三八又是怎樣來的呢，是吧，這個其實也是跟這個那個鎮壓有關，那八月五號的大三八也那個鎮壓的強度呢，就令到八月六號這個陽光又再講了，即是隔了一個禮拜，那就講了隔了一個禮拜就變咗有八隻字，大家都聽到都嬲嘅，就係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係嘛？將呢一個香港人嘅抗爭咧，係對形容為咧係演變為對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嘅挑戰。香港當前壓倒一切最迫切嘅任務係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哇！直頭係 下命令啦，係嘛？淨講啦。咁跟住講完之後咧，就由呢個張曉明啊，當時咧仲係呢個國務院港澳辦嘅主任嘅張曉明咧，就喺呢個深圳嗰度咧，就召集咗幾百個香港嗰啲豬豬狗狗、黐黐鵝坐埋一台，聽我聽佢講嘢。咁亦都係重新一樣嘅啫。係嘛？就係、是、啦，講咗一樣嘢，就係、是、調動呢、這、一個佢哋喺香港嘅力量啦。唔單止靠警察，張曉明講咩啊？中央高度關注當前香港局勢，並從戰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研判和部署。香港正面臨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局面，當前最急迫和壓倒一切的任務就是。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共同守護我們的家園，阻止香港滑向沉淪的深淵，講得好清楚。咁所以你可以講啦，就喺八月七號之後咧，成件事就越嚟越離譜啦，警暴越離譜。咁但係哪裡有壓迫，哪裡有反抗？咁所以喺呢一個八月九號。開始呢就有一連三日的去到機場進行的這個反修例集會，即是說呢大家希望呢將這件事帶去國際那裡，也都希望在機場這個這樣的航空樞紐那裡呢造成更大的壓力，是不是？那由8月9號到8月11號呢都有這個這樣的和平示威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因為8月5號的鎮壓咧，亦都引發咗咧
在8月11日，即係嗰日就係禮拜日嚟嘅，就有新嘅一個遊行示威。咁呢個8月11日咧，就大家記憶猶新啦，就係、是所謂新屋嶺嘅事件啦。咁點樣嚟咧？大家就知道噶啦。喺8/11嘅時候咧，警方係用咗個新嘅策略，就係、是、派警員咧混入去示威嘅群眾裏邊。咁啊有兩樣嘢啦，第一就係佢可能冒充示威群眾做一啲示威群眾冇做嘅嘢啦。第二就係喺示威群眾裏邊咧，去進行呢個滲透啦，呢一個或者係跟蹤啦。咁大家都記得啦，就喺8月11日夜晚黑咧，喺呢個銅鑼灣突然間出現咗有大量嘅黑衣人，突然間即係黑衣人當時就係所謂示威群眾嚟噶嘛，突然間好似轉會咁樣，突然間變臉，捉曬嗰啲坐喺度休息嘅示威群眾。咁呢個大家喺鏡頭面前都睇過，就係、是有啲記者問：你係邊位啊？你到底係咩人嚟㗎？咁嗰、那個應該係警察嚟嘅，就你做記者，你唔識諗嘅咩？係嘛？呢、這個嗱就亦都因為大量咁嘅拘捕嘅時候咧，就係、是、以前曾經用過嚟做呢、這、一個入境事務處嚟處理嗰啲入境被拘留嘅人嘅新屋令。嗱，呢個新屋令都好奇怪嘅。新屋令本身點解會有呢？就係、是、因為89年民運人士大量嚟香港嘅時候咧，就喺新屋令嗰咧就整咗一個咁嘅類似集中營嘅呢一個拘留所咧，係處理啲人嘅。你好笑啊！當日咧就係、是、去處理由大陸落嚟嘅政治避難者，而家咧就將呢個新屋嶺咧呢一個冇乜人知嘅地方，冇人知佢做乜嘢，亦都唔知裏邊係咩嘢嘅地方咧，就變咗咧係要嚟拘禁一啲示威者，進行呢一個政治嘅迫害，或者係一啲酷刑嘅對待。咁當然呢一件事大家而家都聽過好多，我唔再重複啦。就係、是、包括喺新屋嶺裏邊嘅人咧，被呢個凌辱啦、虐打啦、性侵犯，好形形色色嘅指控，係嘛？咁呢個新屋令嘅引用就已經睇出咗一樣嘢咧，就係、是、警方已經採取咗一個滲透插裝以至到咧係個別嘅虐打係更加普遍。嗱，呢一個引起咗咩咧？呢一個就係引起咗更新一輪嘅打壓，因為大家要記住喺8/11嘅事件裏面咧，除咗喺銅鑼灣出現咗呢、這個大家喺直播睇到嘅呢一個這個警察假扮黑衣人嘅事件之外咧，其實喺當日喺呢個尖沙咀嘅呢一個示威裏面咧，亦都出現咗一個就係話大家看到的就是近距離向這個女示威者，因為女示威者開槍打了她右眼，是吧？也都呢，這個就是所謂以眼還眼，還眼事件。這個是非常重要的，這個就是引了一個更加大的抗議的浪潮，就是連續三日的和平示威，在這個以眼還眼的號召之下咧，就喺呢個機場裏邊咧，有一個更加大嘅示威，就係話咧，開始嗰啲和平嘅群眾咧，係開始係用更加呢一個激烈嘅手法咧，係去表達佢嘅訴求，係咪啊？咁所以喺8月11日，即係禮拜日，一方面有激烈嘅抗爭，一方面喺機場裏面仍然是和平的抗爭。到8月12日咧，就因為有一萬名的示威者咧響應嗰個以眼還眼，去到機場。呢一萬名的示威者非常之憤怒，亦都更加希望將大家當時認為呢個8/11嘅大鎮壓話俾國際聽嘅時候咧，嗱好明顯8/11整個鎮壓就係正話我講嘅這個楊光同張曉明。講完之後，俾咗
一個命令俾警隊可以繼續亂嚟，越亂嚟越支持，係咪？咁所以喺呢個8月12日嘅時候，咪出現咗呢一個大量嘅人潮去到機場裏邊咧，係令到個機場嘅運作咧係癱瘓，亦都發生咗夜晚黑呢一個一連串嘅衝突，又包括警察想衝入去呢個機場大廈持槍入去俾一位年輕人反抗，差啲搶咗警槍，大家都睇直播睇到啦。亦都發生咗有一啲群眾咧係捉到幾個懷疑係佢哋指出係環時嘅記者啊，或者其他環球時報嘅記者，引起咗呢個更加大嘅衝突。咁所以咧喺8月12日之後咧，你就睇到啦，寧願關機場，要將呢一個機場變成咗一個孤島。咁呢個變成孤島嘅時候咧，當然大量嘅警力嘅調集同埋封鎖咧，係令到呢一個8月13日嘅呢一個示威咧，好多人都要走啦。咁8月14日，機管局就臨時禁制令，整個機場範圍，包括你喺青衣一過橋咧，都已經係入咗禁區裏邊，所以你成個一入親去都犯法。好啦，喺咁樣嘅情況之下，武力嘅衝突，以至到警方嘅強力鎮壓之下咧，我哋示威嘅人咧，其實係受到咗好大嘅壓力，亦都好大嘅損傷，係嘛？新屋嶺嘅事件啊，大量嘅拘捕啊，這個機場嘅鄧九黑，以至到後來被驅散啊。咁所以咧，喺當時嚟講咧，大家都覺得以為真係可能要歇一歇喎，係咪？當日咧，我最記得嘅咧就係、是、李儀咧就喺《蘋果日報》咧就曾經提出就話，其實喺拉脫維亞都有嗰啲人鏈嘅喎、哦。咁我記得咧就係、是、大家採納咗嗰個人鏈嘅方法咧，係用一個較為和平嘅手段，用一個拉人鏈嘅方法咧，係去表達嗰個抗爭嘅繼續同埋團結嘅。咁呢個就喺8月16日。嚇！與此同時，民陣亦都係申請咗一個集會同埋遊行。而呢個警察亦都睇到啦，就係、是、民陣嘅遊行同埋集會咧，係基本上係呼籲市民出嚟咧，係用一種和平嘅方法咧，去大量集結嚟表達意見。所以佢喺中間落墨，就係話：哦，你可以集會，你唔可以遊行。呢、這個就產生咗我正話講嘅所謂8/18嘅遊行嘅出現啦。咁你睇得睇翻咧，就係話第一，我想講嘅就係話，你而家從頭到尾去睇，其實由7/21去到8/11，以至到8/18咧，所謂局勢嘅升温，其實係共產黨由呢一個7/29日，即係7/21之後嘅8日，由呢個陽光去公開宣布咗新嘅政策，不單止係縱容警暴，甚至係要動員嗰啲所謂各界人士旗幟鮮明地反對和抵制暴力，希望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堅決守護法治。講明啦，咁你諗一諗，如果咁樣講嘅時候，7/21嗰班黑社會出嚟嘅時候，係咪屬於呢一個香港各界人士堅決守護法治咧？係咪？係咪香港各社會各界人士旗幟鮮明地反對和抵制暴力？佢要吹動吹雞啦嘛！喺7/21之後，這個衰上咗之後，俾人哋譴責之後，繼續係動員，繼續係希望用黑社會去帶動嗰啲藍絲出嚟，用群眾及對群眾嘅方法，然後再加警察嘅暴力，
是鎮壓這個運動，這個是整個問題的核心，不是調回轉就是說呢這個群眾是希望用這個蓄意用這個升級的暴力呢是去好像我們這樣說是破壞個法治，很清楚的看到的成件事。所以在八一八的時候這個勇武抗爭的人同埋所謂和勇不分啦，即係話喺民陣嘅呢個集會裏面咧，係由頭到尾都用一種所謂和理非嘅方式，係再一次向全世界嘅人係講清楚呢個成個運動本身係用和平嘅方法去表達對於呢、這、一個正話我講由楊光發起嘅所謂止暴制亂的一個加強鎮壓的部署。嗱，咁當日講咩咧？就係止警暴制黑亂，係咪？剎停警黑亂港，落實五大訴求，要求呢個警務處長同埋保安局局長係落台啊嘛。當時仲未升嘅行動處處長同埋翻閹臨時出嚟幫手嘅新任嘅副處長劉業成亦都係要問責落台。嗱，關鍵就係警暴、警黑嘅力量繼續肆虐，越嚟越厲害。但係呢、這個共產黨其實已經係決定咗係要咁樣繼續做落去。咁我講到呢度就係話，大家會諗到啊，喺嗰一個咁由呢個七月底經歷呢、這、一個大三罷，經歷八一一，經歷呢個機場嘅抗爭，再經歷呢一個八一八嘅大集會，好多香港人係參與入去。咁呢一個當時共產黨已經係決定咗用呢個黑警加警暴加所有嘅方法。用呢個所謂止暴制亂係殘酷打擊個運動嘅時候，咁我哋咪喺一個受到殘酷打擊嘅時候，我哋咪用一種方法係令到我哋保存我哋嘅力量，係令到我哋保存力量係會發生，就係拉人鏈啦，八一八嘅呢個和平嘅集會啦，係嘛？當時都係千軍一發，係嘛？當然做到最後尾。後來點解去到有八三一嘅嘢咧？就今日唔講啦。八三一都係另外一個階段嘅嘢嚟嘅，即係共產黨有心去加強鎮壓之後引發出嚟嘅嘢。我想講嘅就係喺咁大嘅壓力底下，喺個運動受到咗咁殘酷鎮壓底下，其實當日大家都係仲有得傾，大家都仲係覺得和勇不分。咁我想問，我亦都想大家諗一諗，喺今日國安法臨門已經喐咗啦，國安法臨門拉人，用呢個國安法係令到大家恐懼，可能有寒蟬效應，再用雙 DQ 候選人，又 DQ 埋個選舉，跟住再用呢、這、一個。延任一年，全体议员延任一年，延续嗰个立法会嘅运作系一年。咁我哋今日又同样面对一个问题，就系回应嘅问题。咁而家有两批人，有两个意见，一个就系话以留守立法会去。抵挡新一届延期的立法会里面这个保皇党是在里同埋共产党利用这个延迟一届任期的立法会是在那里通过一些恶法，或者是很快地通过一些恶法，在他们完全控制底下，如果你撤出议会就是完全控制底下。不撤出议会，就在议会那个平台跟他抗争。
另一派就覺得，咦唔係，如果你呢一個繼續留任喺度，第一你冇授權，第二你喺裏面做咩啫，都做唔到嘢，係咪？第三就係話你發單子做唔到嘢，仲阻住五眼聯盟制裁呢、這、一個呢、這個特區政府，嗱呢所有都係回應成件事嘅呢一個，即係呢一個雙 DQ 嘅一啲思考同埋策略嚟嘅。咁我睇起上嚟，雙方都未必冇道理。其實最重要嘅就係話，如果我哋無望個初衷嘅時候，就係話五大訴求啊嘛，係嘛？五大訴求，三十五家都係為咗完成五大訴求，三十五家嘅發起以至到運行，都係希望控制嗰個議會嘅否決權，從而加壓啊嘛。咁如果呢個運動嘅目標仲係繼續嘅時候，而唔係單單就係話呢一個五眼聯盟或者即刻即時加強個制裁就會達到你目的嘅時候，即係話我哋要將成件事係用一個長遠嘅角度去睇睇啦。第一就係話，如果今日退出議會嘅時候，係咪以後退出議會啦？如果今日嗰個授權話冇授權嘅時候，咁有咩其他嘅授權咧？咁好多人就話哦，其實六十一萬裏邊嘅民主派嘅初選已經授咗權啦，這個新嘅授權嚟嘅，唯一一個新嘅授權，其實都唔係完全正確嘅，係咪？我就好簡單，如果在这个六十一万人选出来的这个民主派三十五家的候选人里面，其实有一半都是现在是主张留守的，他们都有个 mandate 的，虽然现在他没有了这个在2016年选举那个授权的。那很简单，如果大家能够是将这件事谈清楚的，就是说怎样样是将这个议会外的力量，无论你叫做国际线又好，这个街头线议会线的结合又好，其实应该好像以前那样有整体的考虑，不是只是考虑一块，是不是？如果你说辞职的时机最好就是什么呢？就是国安法通过咯，是不是？很明显全世界都在闹紧，那为什么时不通过不会辞职呢？原因就是我們有三十五家跟尾，大家都覺得繼續在這裡做三十五家的工作，繼續爭取做這個民主派初選的人選，然後實行三十五家嘛。其實現在的問題就在於什麼呢？就是說當我們講緊議會裡面應該怎樣做才應該留在這裡，或者是調回轉，就是說議會以外怎樣做才能夠去在未來的一年繼續抗爭，其實大家在這個共同的基礎上面是應該去商量的。如果大家商量到的時候，就不會產生現在一些大家可能都未搞清楚實際上是對方的想法或者是策略是怎樣的這個分歧。如果大家是將這個問題是不當是一個策略的分歧，而是變成了一個道德的這個立場的問題的時候，自然是來之不易的這個團結，或者是我們繼續下去爭取這個三十五家的抗爭，或者是這個五大訴求的抗爭呢，是會造成一個很嚴重的分裂啦。是吧？其實有一個問題我都想講，入去開會，如果留在這裡的人開會做不到事，固然就可能變成很多人就認為淪為政治花瓶，是吧？你都在裡面做不到事，但做不做到我不知道，因為你最首先講清楚要做到什麼先，或者那些留在這裡的人要做什麼先。如果你說在外面是更加好的，除非你說、哦、即日制裁就發生，那老實說這件事會不會發生呢？需不需要這個總辭才做呢？因為國安法已經是最大的因素來的。有一個問題就是，如果你說有些人又去開會陪人，即是做花瓶是不對的時候，其實有另一個責任，就是制止那些不義的議員，即是
去開一個不義的會議嘛。即係話我舉個例，就算冇咗民主派的人在呢一個議會裏邊，咁主張不留在度裏邊嘅人，或者已經係退出咗人，咁你都要去阻止那個不義的議會開會啊！因為那幾十個、四十幾個呢一個黐黐呆呆坐埋一台的人，是做緊一樣赤裸裸身吞活剝去行使一個偽政權、偽立法會的嘢啊嘛！咁你除了指責啲人唔應該有開會，令到佢唔有開會啦，退咗出嚟之後，咁我哋都有仲有個問題啊，就係點樣制止佢哋開會咯？制止開會呢個自然就係、這個街頭線同埋國際線嘅嘢啦。如果國際線唔發生嘅時候，就是街頭線啦。咁所以其實一方面你指就話你留喺度做乜嘢，嗰啲人就話我留喺度有嘢做，咁大家要講清楚啦。如果就單純就係話冇人開會就冇呢一個民主派嘅人喺度開會，就成件事完成咗咧，呢個係錯嘅，因為仲有一個責任，就係、是、阻止嗰、那個，無論叫佢臨立會又好，乜嘢會都好，嗰、那個議會開會，呢、這個就好似6月12號咁啊嘛，民主派嘅議員唔喺嗰度開會，咪俾佢過咯，咁所以嗰、那個當日6月12號咪話要包圍立法會咯，即係話咧係用一種行為，唔單止唔開會。或者開會都好，是要阻止那件事的發生。咁呢個當然亦都係現在指出留喺個議會裏邊係冇用的人都要答呢個問題啦。係咪？係咪大家一起去做呢樣嘢咧？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咁主導嚟噶咯喎，9月6號就是原本的投票日。咁大家會不會想下有啲咩做咧？喺議會外邊係？去表達香港人對於呢個雙 DQ 嘅不滿意啦。咁喺呢點上面，大家能唔能夠有一個更加好嘅討論，更加明確嘅辯論，喺策略上面交換意見，而或者喺9月6號能夠有一個共同嘅行動，係令到香港人嗰個反雙 DQ 反對國安法嘅意見係有更好嘅表達呢？咁我希望大家係能夠咧係喺呢多方面多啲諗啊，即係因為818，我講呢件事咧就係其實係幾個例子嘅，亦都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話大家係要用呢個民調啊，或者係公投嚟去問呢個香港人嘅意見，攞重新嘅授權嘅時候咧，咁民調點做咧？係點樣做嘅咧？個範圍係乜嘢咧？即係嗰個民調的方法是咩咧？點樣令佢更加能夠反映到香港人的意見咧？咁公投根本一講公投就好簡單嘅，公投根本就唔係公投嘅本身一要搞嘅時候已經係抗命嚟，因為喺限聚令底下你要搞一個公投，一定係抗命啦。如果你除非講搞網上嘅公投，咁網上嘅公投又點樣去令到嗰個網上嘅公投係？更加科學，更加這個令到更多人可以參與，這個亦都是討論啦。咁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面，我覺得大家要討論的很多咁所以大家應該是冷靜下來，是傾下有什麼相同的嘢，不同的嘢怎樣去令到大家有一個相同的基礎去討論，同埋從一個全局的角度去考慮議會外。議會內同埋呢個國際抗爭三者嘅互為嘅影響，就唔係話荒廢咗一樣嘢咧，就會另一樣嘢更加好。如果係荒廢一樣嘢令更加好嘅時候，呢一個咁嘅決定當然係要大家再三參詳再去研判先至係萬全之策嚟嘅，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喺國安法臨門嘅時候，三線並進。缺一不可，無需偏廢。我希望大家咧係諗一諗呢個問題。咁我希望這個大家會睇完呢個節目之後，俾多啲意見我啦，或者係捐款俾社民連啦，因為我哋都好需要大家嘅幫助。希望大家會這個將我嘅。這個模擬錄這個節目咧係廣傳啦，
比例啦，係咪令到更加多人知道啦，同埋捐款啦。咁我希望咧喺好快又同大家去交換意見。多謝大家。